收看这一集的彤彤美一下之圣诞趴。没错，圣诞趴当然一定要有角色扮演一下。看得出来我今天是谁吗？请叫我宝贝，我是宝贝彤，这是玩具总动员里面的牧羊女，是不是很可爱啊？好，所以今天呢，彤彤美一下的幕前跟幕后所有的人，今晚呢都召集起来，今天要一起来吃圣诞大餐，而且要玩一个就是交换礼物的游戏。但是重点是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这个投票的机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能投自己，但是要投一个，就是觉得说哦，这是装扮啊非常用心。好，那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吃圣诞大餐呢？就在民生东路五段上有一间叫做京都锅物，这一家呢就是只要 CP 值高、口碑好，而且非常好吃，听说他们的海鲜很厉害。圣诞节要玩这种圣诞趴交换礼物之外呢，再来呢就是要吃个暖暖的锅，这时候最舒服了。好，那我已经先介绍完我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是宝贝。之后呢，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彤彤美一下的就是人员开始进场，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他们今天的装扮如何，以及你们猜不猜得出来他今天扮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欢迎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巧丽。请问你是穿这里看不出来吗？请问你穿睡衣来我们圣诞 party 是要干什么？可是你不觉得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吗？熊啊，是很可爱啊，看看他尾巴，哦，很可爱耶。你知道我今天在想说要扮的时候，我想了两个，一个呢是 IU， 因为我觉得他类似款的衣服，然后另外一个拉拉熊，我就一直在想正常人我到底要哪一个好，烦恼一整天，你知道吗？好了，但是拉拉熊也是很可爱啊，很可爱啊，待会就是要投票就是。我好紧张，哎，你比我这只兔子还好多哎，是不是？真的。好，那可以抢。好，直接。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另外一位，就是常常会出现在彤彤美一下的发型师，我们来欢迎艾瑞卡。我知道你的扮相很明显，你就是酷斯啦、一波啦。你真的超用心的一个，就是你要认不得他是谁。我上班的时候，客人是他傻眼。在上班。客人给人好大的压力，我们会给客人一些新的 special 的体验。然后你这个是，这是我的烟斗。这你扮的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名字啊？可库伊拉，我在讲错，我在讲成伊波，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库伊拉，哎，我觉得蛮厉害的耶。而且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衣服，对对对对。竟然会有这一套衣服，这么浮夸，厉害吧？好，很厉害，谢谢你。下一位呢，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好了，因为常常看我彤彤美一下，很多这个后制啊都是靠他。让我们来欢迎孟轩。哎，孟轩，好可爱，好年轻的妹妹，瞬间就是你知道降低我们彤彤美一下的那个年龄层。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孟轩。你现在几岁？21岁，还没毕业。对，因为我们今天会约这时间，包括是因为你白天在上课。那有男朋友吗？你看就是扮演那个叫什么，我刚刚讲那个什么娃娃，安娜贝尔，你怎么可以跟我比呢？你知道我其实我不用化什么妆，我就讲安娜贝尔。我朋友都说我怎么样，安娜贝尔。你看你差一点点，你再早个10岁，20岁，20-30岁可能就有，因为可能这个会往下走。对。好啦，再来欢迎，就是有一位，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分子。他刚刚就在我们桌子旁边走来走去。他欢迎我的经纪人 Fish 大大。我看到你，我就想要帮你唱一个贝拉俏，贝拉俏，贝拉贝拉贝拉俏。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嗨，大家好。你为什么？你这样，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吃饭吗？知道啊。那你今天打算你戴着这个面具你要怎么吃饭？我有我的方法。就是。拿起来，然后这样子慢慢塞食物进去，然后但是呢，就是我经纪人他扮的，就是很明显就是纸房子一个影集里面的角色。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有那个圣诞交换礼物啊，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抽到谁的？特别想要抽到谁？对，我一定不想要抽到你的。为什么？我不相信你。我想，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抽礼物的嘛，我们是要从家里拿，就是超过200块嘛。超过500。哦，超过500块，然后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礼物。就是它要是好的，不可以是那种坏掉的东西。所以你说你不想抽到我，我跟你讲，你会后悔。我不相信。你会后悔。
不会。好，你可以休息了。你让我压力很大，因为你一直看着这个。再来呢，欢迎我们下一位，下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幕后人员，我们常常就在旁边摄影啊、弄灯啊，什么都是要麻烦他。让我们来欢迎子轩。嗨，我是子轩，然后跟梦轩是同学，都21岁。对，说前天刚21，然后前天刚21。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因为之前子轩是有一头长发。为什么会剪短发？通常剪短发可能是失恋。没有。现在还在热恋。好，那你今天扮的应该是小仙女，就你的成功喜剧的角色。很喜欢宫崎骏，所以你最喜欢的是小人物。哎，我最喜欢小人物，还有神隐少女，但是那神隐少女结婚了。好，那就是谢谢，待会见。再来呢，要欢迎就是常常在频道当中教大家怎么样，就是画一个好妆的这个芬妮姐。芬妮姐好可爱哟、喔！嗨，我现在一看就知道你今天是扮什么，但是你经纪人看不出来。怎么会看不出来？我跟你讲，他在骗你。芬妮姐平常就像小小兵。很可爱。就你说小小兵，我就扮小小兵。用心，眼镜是自己贴的。我非常用心，自己贴的哎。珍妮姐啊，就平常很忙，然后这一次为了要配合我们的圣诞趴，也算是就非常用心，还自己做道具，我觉得很棒。其实我刚刚在外面已经看到你了，真的，你好，但是不敢进来。对。好，那待会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吃我们的晚餐。Okay. 先休息一下。好。再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压轴。我们刚刚光是等他换衣服，但是等了快10分钟，然后我们就在想说他在里面到底都在干嘛？最好就是换出来，就是差异要非常大。然后他刚一走出来，我说真的，我真的吓到，我没有想到他真的如此的认真跟如此的用心。他现在一定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让他进来？我就是故意要讲这么长。快点，开始。好，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压轴 Kevin， 这么棒的摄影师。变成了，变成了阿拉丁神灯，可以满足你3个愿望。真的吗？可以满足我3个愿望吗？第一个愿望就是呢，我们的神灯今天一整天都不可以不睡觉。哦，谢。那我再许第二个愿望。OK， 你说。第二集，请问神灯救救我，可不可以诚挚的邀请你？每次就只要，然后通常就是这个样子。不可以。为什么？你是神灯。好，可以，神灯满足你一切的愿望。哎、欸，那第三个我要好好保留，我要好好的想，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浪费掉。先这两个，可以休息，可以休息了。耶、yeah. 欸，很认真。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有投票，好不好？现在外面一阵躁动，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有奖金，最赢的话会有4000块。哦，我有吓到，这阿拉丁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OK， 那重点是呢，今天有讲到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京都歌舞，然后呢，如果想要知道就是更多美味的餐厅，记得要上 GoMaji 都可以知道哦。然后在这边也谢谢 GoMaji 的推荐，谢谢。现在呢，我们的餐点都已经上了，然后现在看到的呢，就有豪华海陆套餐，非常的澎湃。而且呢，我们特别选的还是龙虾哦，有没有看到？他们海鲜非常的新鲜，像是前面呢，还有这个是虾虾军舰，就是也都是海鲜，而且食材真的都非常的新鲜，超棒的。而且很特别的就是，像我的麻辣锅就附着这一颗，这个是趴着的熊熊，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放到汤里。然后有牛奶锅，然后有素食锅，昆布的也有，还有番茄锅，所以其实这边的选择啊非常多。重点是，哇，我喜欢喝汤了，这个是什么？芬妮姐说这是桂圆红枣，桂圆红枣茶，热的，好好喝哦，我很喜欢的，而且它不是像外面那种味道很淡哦。味道还蛮重的，他感觉真的用桂圆跟红枣去把它吃。对，好啦，但是呢，我们这个餐点都已经上了哦，我的锅。好，我们餐点已经上了，那现在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从家中带这个价值要超过500元的礼物到现场，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是贴号码，然后现在随机抽，就绕过来，我们直接这样绕过来好不好 ？OK 吗？绕过来，可以哈。好，那直接在放在这边，看到卫生纸我就把它丢进去，可以。先放在这边呐、啊，哎，你先抽，来来来。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拿礼物。好，我抽到的是3号，然后3号的这个是巧丽，刚好是我。
我有松一口气耶，因为其实草地还蛮爱买的。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讲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应该是实用的吧？我觉得很实用，而且跟你今天的搭配，你知道吗？是搭的，真的假的？所以是适合我的礼物，而且很搭，还蛮大一个哎。看一下是什么？哎，你包的很认真哎，是杯子吧？是的。你看是不是跟你的今天的衣服很搭？我喜欢。好可爱哦！那你这个买了这么可爱，为什么不用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买了太多类似款的杯子。哦。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你如果喝新冰乐，不是会有那个 cream 吗？它还可以 cream 在上面。我觉得很棒哎！像最近不是开始有那个太杯，对，然后太杯上面就是会有一层奶油，有没有？这个就很适合，我好喜欢哦！这配跟你今天很搭，你不觉得吗？超配的。这是我收到巧莉的圣诞节礼物。那再来呢，我们要看看巧莉你抽到的是几号。说要吃二号，好，请问二号准备二号礼物，然后 OK， 我们的小魔女，这个是我们刚刚丢到汤里面的那个，它是小熊的蜡烛。等一下，其实它很细哦，它有这个是什么？玫瑰，它有一些皱褶哎。可是我觉得这个礼物蛮好的，这个蜡烛也很适合漂亮，对，这个很可爱耶，哇，那边烧超久，好可爱哦，不错，好棒哦，这礼物很棒。然后再来换我们的小魔女子萱。八号是谁准备的？8号，我们的小冰冰芬妮姐，小冰冰叫小冰冰，这样好。哦，也是大家都有精致包装哎，真的，一定很实用。我跟你姐都是一很好。哇，梨子夹，太棒了吧？很实用的，真的很实用。对，重点是还有一个，这个是真的是家里专用上的吗？这个是在外面买的。你想要跟我的杯子换吗？来换芬妮姐。芬妮姐拿到礼物是7号，7号是谁的？这里面是石头，哎，你不可以拿浅水湾的石头放进袋子里哦，要用自己的，要有价钱的哦。真的吗？是什么吗？很棒。芬妮姐，你来开，因为是你的礼物。我已经看到了。明川老师的书，我要先说哦，这个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时候明川老师出的时候，同场买了好几本。这一本呢，其实我说实在的，可以把它拿来当装饰，因为它拍的风格就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这一本是精装版。嗯，那里面还有东西啊，还有一个。是加拿的。是什么？这是我出门前，我忽然想到说啊，既然有花，一定要再配一个特别的东西。我觉得包得很紧。必须就是它哦，要么就是极度创意，反正就是极度好穿，所以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我还没看到，没有看到，防守我了，而且还没看到掉，而且还送给你喝。我跟你讲，要有鲜花就要有素果啊，不是这个是你们撞坏的，我拿先拿出来是好的。鲜花素果、嗯、不是，因为这个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冰箱有4颗火龙果。放太久了，我想说把它吃一吃。好了，圣诞节快乐！谢谢。你现在抽到礼物是5号，5号是谁？5号是我的。抽到你的。你们两个今天很适合去登记。好，我们两个。你们两个今天就是一杯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艾瑞准备礼物，因为艾瑞也是一个知道怪怪女孩。你这样笑，感觉好像不是很适合我。没有，其实这个不是我要丢掉的东西，因为我该丢的都丢掉了。这个我很常使用。什么啊？是法油，就是我的电影、哦，我在影片里面每一次都要挤的那一罐。一样不错啊！你看，我就反正我是走美业路线。我跟你讲，我还加买一个，因为这个不是我要丢掉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加买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来跟你搭配，好搭配。好啦，谢谢。再来换，这是艾瑞的哦。我超想哭。这个就摆在里面。QQ， 不过怎样，我会直接砸掉。不会，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这个是必须送我的饼干的盒子。对。然后觉得盒子碎碎。你把它打开。先闻一下，很香哦。怎么没有味道？这个是我生日礼物的包装，对，我要把它丢了。对，但是又不好丢。好，再来。这是什么？这指甲剪哦。这个迪士尼的指甲剪。这个我。两只手，两只脚，有没有？而且重点是它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对，这很精致。其实很精致哎，这个我应该买不到吧？这应该是去迪士尼乐园，就是迪士尼乐园。好像去日本吧，我记得去日本。因为这个那么精致。这个，但是这个真的是别具意义了。没有，
没有，这个是什么？送给别人，别人退回来。不是不是不是，也是去就是日本买的，但是本来是一对啊。他本来是一对啊。我们一人留一个，一人留一个，但是人却留不住，就送出去吧。圣诞节。我都十年，总是要丢出去的。十年哦、喔。对，你看，你看包装，你看吗？是这耶，这好有古朴的味道。好了，再来，看，我们看看这个神灯。这个，你知道这个礼物是四号，你觉得是什么？水壶吗 ？No。我真的。其实我觉得很不错，神灯满足你一切的愿望。只是我跟你说，你一个人这样唱，你更孤单的是，就是已经平常很孤单了，然后在家里面还一个人唱 KTV。对，这真的是食之无味吗？对啊，因为真的这用不到。其实这个很多人想要，好不好？就现在这种自己，谁要跟我换？好，换起来吧，换起来吧。对，不错。我们的安娜贝尔呢，抽到的是我的圣诞节礼物。我的圣诞节礼物为什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呢？我包的真的没有很好看，因为真的有点难包。来，这个东西就是给买了不少钱，重点是买了之后呢，我没有用过，就是很难，就是去野餐篮。对，但重点是它不是一般的野餐篮。来，你看啊、哦，这边有一个这种红格子，这样把手之外，你把它打开啊，整个全都是红白格，这种野餐风格，刀叉汤匙都帮你准备好了。连盘子都有，喜欢吗？喜欢，圣诞节快乐！谢谢，耶！我们都已经礼物都 OK 了，现在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胡记名投票。那如果呢，我们今天就是有票数最低的朋友，票数最低的就是今天负责我们这一集的结尾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公布一下票数，好 ，Kevin， 再来，嘿，雨桐，必须。我们的神灯 Kevin 还有金探号噔噔，没有这个人撕掉雨桐耶、yeah ，看来是我跟神灯的战争雨林雨我们的艾瑞胖的阿拉丁这个才是标准答案阿拉丁也有人想阿拉丁好不好第一名的就是神灯，我们神灯请过来，先拿红包。这真的太用心了，我真的看到。神灯满足你一切的愿望。好的，恭喜你，圣诞节快乐，耶！这个神灯就我要以这样的面。好，有这回事。然后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讲一下，我们今天就是没有票数的朋友有谁呢？来，我们请进来一下。现在就麻烦你们。四位还是你们四位一起来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好吧？一人讲一个。我特别为了这集节目才做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他们都太厉害，我就神灯太厉害了，他把脸画那么蓝。对啊，谁跟他拼啊？人家放大，对不对？开大。这位是第一次 cos， 对不对？好了，再来，志轩，没想到吧？这应该很好。对，真的是没想到，我们真的是混水摸鱼派而已。对。恭喜大家，圣诞节快乐！好，下一位来，今天很开心，然后我抽到了那个野餐篮，耶！小老公，虽然我们在小雨，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嗯，圣诞节快乐，耶！快乐快乐，大家都快乐。芬妮姐，来，我们来讲一下，我刚刚看到你们都好用心。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惭愧的，好，我看一点就不敢进来的。不会啊，就玩开心，而且芬妮姐很可爱。她今天就是在外面的时候看到我们就都装扮成这样，她就传讯息在我们群组里面，她就说，就是我不敢进去，你们都好厉害，对，那么可爱了。好了，没关系，那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好，拜拜，我下次会更用心。好，拜拜。